他们真的想早点回家，忍不住赶快把歌唱完，想赶我们下台。对他们讲，他们希望我们早点下去。殊不知这已经是第三场了。我明天没有要唱。我不管了。我想说你要干嘛？我就是要一路聊天聊到十一点，然后说拜拜。哦，就这样就到这里。不知道下一刻我们还会在哪里相遇，但是，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我们，像心仪说的，前面的20首歌代表我们的20年，然后最后的这一大刻是跟你们最怎么讲，最属于我们自己私密的时刻。那这样私密的感觉，我们就今天用一首新歌来呈现，它是属于香港的一首新歌。然后，当初在讨论这一刻的时候，我们想了又想。怎么呈现这一刻？决定还是用我们还是只能用音乐，用一首歌来诠释我们想要说的，跟大家珍惜的那一刻。那这首歌呢，我们其实很想要表现出，他不管走过的20年，我们还是最珍惜大家跟我们心中最朴实无华的那一份情感。然后，我觉得我自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就跟小薇说。其实我本来听他唱的 demo 的时候，想说，这个歌就是一个很怎么讲，很生活的一首歌。但是我唱的时候，却突然觉得自己在很迷惘、很害怕、很忧郁的时候，被这首歌鼓励到，因为好像在告诉我本人，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巡回，你不需要多完美，你只要好好的顺着自己的内心去面对你们就好了。对，所以谢谢他写出了这么棒的一首歌。你不需要多完美，你不需要多绝对，你不需要多坚韧。